换血换的不太赚，这个Q大都上去，扩展老师在我脸上，让我补刀挺多的。 我好像还掉了一个小兵的经验，兵线。啊！别！你再 Q 两下，我炸了，兄弟。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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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！行！别 Q 了，别 Q 了啊！快收了神偷啊！ 人马子全是 AOE， 他转两下，我这兵线烂了。开个 W 转两下，我操！那他妈，这波直接烂掉了。长老快收了神偷啊！我真顶不住。 我操！你还推我上了 ，NB 呀！一技能20多秒，给你装起来了。 行，好配合，人马50到我30九的，我靠！ Engine E.
你一把加七扣一把四十啊，你中了可以啊，你一把加七分我也给你打一个段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哪有一把加七分，现在除非是你故意这个一直输啊，要不然不太可能能加七分吧，你再怎么输也现在这个加分机制加二十分就已经很少了。周老师电话发我一下就可以了，感谢兄弟们卡的牌子。哎呦，塔皮没吃到，我撤！我看到塔皮要掉了，直接着急了。还是没吃到。还好打过剑姬了，要是被他杀了，就他妈尬住了。行吧，去了解他们的意思。晚上我没想好来不来呀，如果说只打两把训练赛的话，那他们打两把来我不太想来了，又不是正赛，看情况吧，晚上才能不来了。哈哈，拆了吧，他踢下去了吗？哦，那我拆他伤二，杀人哪有拆塔香啊，太赚，所以我说不转，我移速太慢了呢。
没钱买鞋子了，我得拆塔，得出扩建者。哎呦！哎呦，这个鞋子，这是个大问题呢，有一下没出来，怎么又跟他们换了？不太赚呀，我老跟他们换，塔又没拆掉，亏死了。买个 CD 鞋吧，又是这样。他这个能加5%移动速度。先拆一路高地吧，我要带下路去了。他们没反应过来，我刚准备摁 E， 摁了没摁出来。我觉得他会 QW 呢，我准备走位躲的，反应慢了呗。你看，这把塔拆了一个。人没杀完，他们也没两个塔能拆了。他 WQW 上了，我肯定能反杀他，我有 E 技能的。190点魔法伤害，这波有5个人啊，三个人还行吧，不是很多。
哇，他这个冰拳他妈减速我有点动不了，我没带韧性，粘住我了，真有点不好动。但是他伤害有点低的，他四波打完我都没怎么掉血。我操，极限！追不上，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招吧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人马是一打五了。Double kill。我操，感觉五杀了。败了，五杀不了了，可惜。Shut down。好急。你看这刮痧啊，我操，疯狂的刮。好像真没伤害，他这个太刮了。